OK，我已经把这个录播，对，我变了个声音啊，我其实还是梦梦老师，我起了个外号，我叫马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内容呢，其实就是Python 的一个爬虫，先来爬取下来这个数据，然后利用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操作，说白了就是，画成一幅可以看得懂的一些图表。那么有一些同学可能在上学期间应该都接触过这种各种各样的图表，直方图。饼图以及什么折线图、散点图等等，这些图表的一个作用，其实就能够通过一些图表来直观的去看到，数据上的一些规律而已。那我们的数据怎么来获取？那么大部分同学应该也了解过 Python 的一个爬虫了，我们是可以通过爬虫从互联网上去爬取我们想要的数据的。那么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呢，会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也就是数据的一个获取，那么这个是通过我们的 Python 爬虫来实现的。第二个部分是数据的一个可视化，这个我们需要用到我们的一个第三方的库 Matplotlib 这样一个可视化的工具来做。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啊，先来给大家去打开我们今天的一个目标网址，或者说我们要爬取的这个数据。相信大部分同学都有啊，对，相信大部分同学都听过一首歌，叫做《天空好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对不对？这个听起来感觉像这个老王，对不对？为什么要住人家隔壁啊？这肯定是个老王的行为。那我们今天啊，其实就是来爬取这个网站上的啊，注意，爬取一个天气预报的一个网站上的一些气温或者说天气的一些数据。那么这个网站呢，不是你可以换成这个中文气象网，对不对？气象局的那些网站数据，当然也可以通过我给大家发的这个网址，我把这个网址给发到公屏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网站啊，这个网站其实叫做天气候报，对不对？天气候报它不叫预报，它是这一天的天气情况出来之后，它来给你预报。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天气候报这个网站上啊，它这些数据有广州市的历时天气预报，2019年1月份的数据，那么下面还有8月份、9月份、7月份等等，9月份还没有到，所以没有9月份，它是候报嘛，它只能查询一些过去的一些时间点。那我现在如果想要去根据这些数据来分析，广州市第一季度它的一个气温变化情况的话，那我就需要把这个页面上的这些表格当中的数据全部给获取到，能够听懂的刷个鲜花，好吧？今天我讲的啊，因为有一些是零基础同学，我刚才我没有变声之前啊，我没有变声之前，我还是一个女生的声音的时候呢，也应该提醒过大家，让大家去加一下我们这个老师的这个 QQ。你只需要发送这个打卡截图给到他，你就可以获取我们今天这个录播以及你的 Python 相关的一些学习资料，你是可以找他获取的。那我把他的一个 QQ 号啊发给大家，你必须要加他才能获取录播。对，其实你们意想不到啊，梦梦老师其实是一个汉子，抠脚大汉，真的是抠脚大汉。你有些同学就要问这个梦梦老师的脚香不香？你想想能够抠脚，对不对？我们接下来啊就要爬取这个数据。那我刚才也在我们的这个 PyChat 这个编辑器上，当然这里啊我再强调一遍，我所使用的一个环境是 Python 3.6以及 PyChat 的一个编辑器。有些同学说，老师，如果我和你使用的这些东西都不相同，能不能去运行我们今天的代码？可以的，可以的。但是有一些，你如果后面再去接触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库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生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说啊，我们建议大家都是安装一个3.0以上的一个版本，但是不建议3.7，因为3.7是比较新的一个 Python 版本，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库可能没办法支持你的3.7版本，这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啊。当然，你现在用3.7做一些简单的代码练习是没有问题的。OK，我们在这里既然要做爬虫，就必须要用到一个库，这个库你就算是零基础的同学，你也要会，就是一个 request 库。它的一个安装方式，大部分同学都知道 PIP 安装，或者你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 PyCharm 设置。对，设置找到你当前的这个环境啊，注意有些同学真的很难去找，你可以看一下当前你用的是 Python 三点几，它会有显示，当前你用的是不是虚拟环境，你还是用的本地环境？如果前面有括号的这种叫什么？你用的可能就是虚拟环境。
哎，如果你用的直接就是 C 盘啥啥啥，那可能你用的本地环境。在这里呢，我用的是虚拟环境。虚拟环境下面呢，你要去安装一些第三方的库，你可以直接通过这个 PyCharm 去安装，你不用去 PVP 安装。比如说你要搜索这个 request s，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本地电脑上是有的，当前环境下有的，它就标蓝。如果没有，你点击安装就行了，好吧？如果安装遇到问题，你下课之后再来问，好吧？再问老师就行了。OK， 把这个库导入完毕，它是为了干什么呢？首先问一下大家，这个库的作用啊，其实就是相当于这个浏览器的一个功能一样，只不过我们现在，对吧，我们人为想要看到这个页面上的数据是通过这个浏览器访问这个网址。那么现在我有了这个网址，注意我有了这个网址，但是我不想通过浏览器去访问，我想通过代码去访问，应该怎么办？那我就可以去调用这样一个库，注意调用这样一个第三方的一个网络请求库来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所有的代码都会把这个功能，我们爬取数据的这个代码都给封装到一个函数里面。比如说我可以定义一个函数 df， 后面写上这个函数的一个名称，函数的名称尽量的取得比较有这种叫做言简意赅。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一看这个函数名，我可能就知道你这个函数的一个作用。比如说我想要的是获取数据，我刚才说了我的第一部分啊，第一部分数据的一个获取，对不对？数据的一个获取，还有第二部分，我把这个东西写下啊。第二部分是我们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可视化。就这两部分啊，首先我们来做的就是第一部分，数据的一个获取。那么在这里你如果想要去获取一个数据，我们就刚才也说了，是通过这个爬虫程序来做的，对吧？爬虫程序，爬虫。那么接下来的代码就是严格我们爬虫，遵循我们爬虫程序的几大步骤啊。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熟悉这个结构步骤的。首先第一步，你要找到你的一个目标网址，目标网站，或者说你的一个目标吧。那么当前我的这个目标是不是已经有了？我把它直接放到这里啊，这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有我目标网址了，对，有目标网址了。我要请求这个网址，请求这个网址，如果我们通过浏览器的话，是可以获得什么一个这样的页面的。但现在你要知道啊，其实我们获取的是什么，这个页面能够显示出来，但是它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显示的？是从数据库里面给我们提取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右键检查，或者说你通过右键查看网页源代码，你可以发现啊，其实这些数据都是渲染在这个页面上的，能够理解吧？我只要获取当前这个页面的一个网页源代码，我就能够获取到这些想要的数据，能够理解吗？其实这些数据就在网页源代码里面。那我们爬虫的第二步，对不对？我不需要通过浏览器去看到这个页面，我只需要通过一个库来获取它的一个网页内容就行，能理解吧？获取它的一个网页源代码。那我们接下来啊，就得去做一下这个东西。当然我这里要用这个函数来做，你得定义一个形参，传进去一个 UL， 对，传进一个 UL。 然后呢，接下来你要去调用它或者指引这个函数的话，你就是函数名加括号传进来一个UL， 把这个 UL 传进来，粘贴进来，对，粘贴进来。当然你在这里啊，你这里边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它肯定会有这个报错，但是你现在运行肯定没有任何结果，因为我这个函数内部是一个空的，这是一个占位符 pass， 啥也没有，所以这个程序运行起来又没有啥东西。那么现在我就需要把这个爬虫的代码都封装到这样一个函数里边，对吧？如果我请求的是2019年1月，对不对？我再去调用请求2月份的，我是不是再一次调用这个函数就行了？我改成2，再来请求，请求3就可以了，对不对？广州是19年1月份的，2月份的，3月份的，我就通过这个函数就可以了，我就不用再去一个一个去写了，能够理解吧？这是函数的一个作用啊，我把代码都封装到这个函数里面，我要调用的时候，我直接就调用这个函数就行了。不需要自己再去额外的去写这个内容了。那我们现在有了，我们把这个字符串或者说这个网址作为一个参数传递进来，那你就需要去请求。那我刚才也说了，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库来发送这个请求的，请求它的一个网页代码就是通过它的一个 get 方法 request code 的一个 get 方法请求一下这个 URL， 注意请求一下这个 URL。 其实这个步骤啊，注意这个步骤就好比是你通过浏览器访问复制粘贴访问这个网址一样出来这个页面，对不对？我们打开一个网址你一跳转它是不是会出来一个页面，就算没有这个数据它也会有一个结果给你反馈回来。如果找不到这个页面它会给你显示这种403404，对不对？如果能够展示这个页面应该会显示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当然我们通过 request 库发送的这个请求它也应该是有响应的。哎，这个步骤能够理解吗？这就是来获取网页的一个源代码的一个步骤啊，正确的一个步骤。当然你可以把它比喻成你这个和女神聊天，对不对？你加了女神的微信，你给她发了一句在吗，对不对？然后呢你女神不搭理你，或者直接把你拉黑，对吧？你和你的女神不是好友关系，对吧？有个红色的一个感叹号提示，哎，总会有一个什么，哎，结果响应的，肯定会有一个结果响应的。或者说你问了一句，哎，在干吗，然后你女神回复了一个在干，对不对？在干，那就有事有点大了，对不对？哎，确实啊，他会有这个回复或者说有一个反馈。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打印这个 RESP 运行，你可以看一下啊，它出来的这结果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吧？哎，大家出来这个结果一定要注意，它有运行吗？我这里啊我已经运行了，我把上面这两个先给注释掉，好吧？只调用一次，只调用一次。我们来运行，哦，这里得暂停。OK， 出来了啊，这个有点慢，确实它的一个访问的一个速度可能跟我的这个网速有关系。它会返回一个 response 200，证明的啊，注意这个 RESP 变量，它接收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响应。当然，它直接打印它的话，它是一个 response 200，告诉你当前的通信是正常的。也就是说，你怀疑你的这个女神，对不对？不给你发回消息，你回了一句在吗？但是她不给你回。这个时候你就要干什么，看一下自己的这个网络是不是正常连接的，有没有网，是不是由于没有网才没有接受人家的回信。但是现在他给你显示了一个200，就意味着你的网络是正常的。但是他，对不对？那我怎么来查看，哎，这个回信的一个内容呢？我们这里呢提供两个属性，一个叫做 TET，哎，还有一种叫做 Content。这两个属性是你以后会经常遇见的啊，两种。第一种 TIT 其实就是你的一个文本形式的一个网页代码，对，我们第二步就是获取网页代码，而它这个通过这个 TIT 属性返回的就是文本形式的网页代码。那么第二个 Content 呢，它是一个二进制网页内容，网页源代码。什么叫二进制啊？有没有同学知道什么叫二进制的？文本其实就是我们的 ABCD， 这种就叫文本，哎，文本一个打开一个文本，文本里面有内容，这就叫文本。那么其他什么叫做二进制啊？你可以看到这种 B 字节开头的啊，这后面的内容我们往下翻，原本这个内容当中应该有一个汉字的，但是现在这些汉字你肯定看不到了，哎，没有汉字，对不对？哎，这就叫二进制数据啊，也叫做我们的一个什么？对，二进制有什么用啊？对，二进制其实就是零和一的一个机器码，它里边只有两个数字，要不零，要不一，没有其他的啊，没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没有这种，只有零和一，只有零和一。那么零和它会有这种零零一这种排列组合来表示某一个字符，比如说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哎，12这个。对吧，这个数据它应该是多少，它的一个二进制数据应该是多少，你肯定得到的是一个不是这种啊，应该是一个0101这样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数据，这就代表什么，二进制数据，整形的一个二进制数据。它的一个好处是能够方便啊，让我们的一个机器去识别，因为机器没办法识别这种非常复杂的数据，你像这种汉字啊，对不对，什么图啊等等，它没办法，它只能识别这种零，要么是零，要么一，对不对？哎，比较简单，你要去打一个110，对不对？哎，这个110也是啊，有这种专门的这种二进制的一个数据。那么现在
这个 content 和 type tit 这两种属性，对这两种属性有一点区别，或者说它一个用法在哪里，就是网页文本的形式的网页代码它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当前你可以看到我整个网页源代码内容，看到没，你可以自己对比一下这个浏览器当中网页源代码的内容。我得刷新一下吗？我得检查网页源代码，它有网络有点问题啊，它应该对照应该会出来 类似于我们这个效果的。哎，网页源代码，这就网页源代码。网页源代码里面有这种汉字内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标签啊、字符，这 HTML 语言，对不对？那么有的时候你通过 TIT 打印出来的结果，有这些标签、有这些字符没有错，但是当你遇到这种汉字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乱码。这是由于我们这个 TIT 属性它的一个编码，对吧？它猜测你的编码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啊，这啥东西啊？哎，猜测你编码的时候。对吧，猜测你编码的时候呢，它是通过 request 库自动猜的，对吧？我猜你的编码是啥啥编码，然后我给你打印出来就是这种编码。有可能它猜错，猜错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乱码，中文的乱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到这个 content 了，它就是二进制的数据，这个数据它不会改变，它不会轻易的动，对吧？它不会轻易的出现问题。我通过它，然后呢再进行一个点 decode 进行一个解码。比如说当前这个页面，对，比如说当前这个页面它的一个编码方式啊，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 hard， 然后呢找到这个 type， 对不对？ type css， 然后 all， 你可以找到它的一个编码形式。找到它的编码之后呢，你可以在这里指定它的一个编码为 utm-8， 比如说，对吧，万国码就 utf-8， 哎，进行一个解码，对，进行一个解码，那么它出现的一个结果就不一样了。对，它就不再是这种二进制的一个数据流了，你可能看到的就是有汉字的内容，就不会出现乱码了。这是这两个属性。 OK， 这个搞懂的刷个一好吧。这个是一个比较细的一个点啊，大部分同学可能在初学爬虫的时候会遇到这种问题，对不对？老师，为什么我打印的结果里边汉字是乱码等等。 OK，当你注意，当你把这个搞懂之后，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网页源代码，通过这个 TIT， 当然你可以看到它告诉你这个可能不是 UTM-8， 对，它可能不是 UTM-8， 你要去自己去查一下这个网页它的一个编码格式。哎，现在呢你已经得到了网页源代码，对不对？网页文本的一个形式网页源代码，并且没有乱码，没有乱码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来用它，注意直接来使用它，能够理解吗？哎，直接来使用它。怎么来做啊？当然我刚才这个 decode 应该不是 UTM 刚出的错，应该是换一个编码才能够正常的一个运行。我这个不允许它报错啊，不允许它出现错误。哎，可能它不就是不是 UTM 刚，我看一下 GBK 它应该是可以的。有点慢。我都学了俩月了，今天才走。确实啊，如果有些同学你学的时间比较长，但是这一块内容你还没搞清楚的话，可能确实学习进度上有点慢，可能也学的效果也不是特别好。那我告诉你啊，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打印的是 test， 对不对？哎 ，content 二进制数据，但是我进行了解码，解码出来的内容里边就不再是刚才那个字节了，也就是前面没有那个 B 字母了，而是网页源代码。你可以看到这些汉字是不是能够识别出来了？这是 GPK 的一个编码啊，注意这是一个 GPK 的编码。当然我们还可以直接在这里，注意把这一部分单独拿出来写一个变量，注意写一个变量，比如说 HTML， 对不对？这个HTML， 对， HTML 等于我当前得到的这样一个网页内容，你可以这样去写。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让它等于 RESP TIT 都可以，注意都可以。那么你得到这个网页源代码就是这个 HTML 了，注意得到它之后呢，我们紧接着讲爬虫的第二步，第三步，第三步其实叫做数据的一个解析啊，数据的一个解析。哎，说直白一点，因为解析好多同学不懂，但是我们换一个词叫做提取，那么很多同学就应该能够一目了然，对不对？一目了然，豁然开朗，对不对？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一下啊，当前这个网页源代码里边的内容是比较多的，它除了有这种我们能够
看得懂的内容以外，还有一些我们看不懂的，比如说这什么 DMV 标签、ID class 等等这些内容，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前端的一些代码。那我想要的只是我能够看懂的这些汉字内容，而这些标签、前端代码我不想要，怎么办？我这个时候就要讲一下我们的一个提取，对，我们的提取，或者说叫做查询，我只要找到里边我想要的数据就行了。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数据解析的几种工具有，比如说 R 因果括号下，你可以用正则表达式，哎，然后呢 XPath 语法去解析我们的一个网页代码，提取，然后呢，比如说还有 BuildForSoup BS4 这个库，里边也支持我们的 BuildForSoup 语法，还帮助我们去进行一个数据的提取。这三大解析工具应该是我们 Python 爬虫部分经常会用到的。当然你后期还要学一些更复杂更高深的一些，比如说针对一些 JSON 数据，对吧，特定的一些数据来进行提取，那么它也有专门的一些模块和库支持你进行数据的一个提取，能够理解吧？哎，你学的越多你会发现其实有更多更好用的一些东西能够方便你去使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要讲一下，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 BS4， 也就是 BuildForSoup 语法，好吧，来讲一下它怎么来进行数据的一个提取。首先你要用它，你就必须得导入，懂吗？哎，你要用啥东西你就必须得导入，你要用这个钳子，你肯定要把这个工具箱给拿过来，对，你肯定要把这个工具箱拿过来。那我在这里从 BS4 里边去导入我们的 BuildForSoup，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注意针对性的来进行一下数据的一个解析，或者说数据的一个提取。哎，查 pass JSON pass， 对， JSON pass 真的比较好使，处理 JSON 数据是真的很好使。哎， BuildForSoup 叫做美丽的汤，正则表达式牛逼，确实啊。我们这里刚才说的这几大解析工具，大部分同学你都要学，如果你做爬虫的话你这些你都要会。有些同学可能刚开始是小白，所以你一般更倾向于 XPath 语法，因为它比较简单实用。但是我告诉你，真正做一个爬虫工程师，你正则不可能不会啊，你 XPath 不会可以，但是正则必须得会，对吧？正则必须得会，但是必会也意味着有点难度，学习起来有点难度。那我接下来讲的这个 BuildForSoup 呢，就相对来说更适合小白来学习了，因为比较简单。既然我要做一个美味的汤 ，soup 嘛，汤的意思，那我肯定先要把它进行什么？现在就好比这是什么源代码，就是我要做汤的这个食材，对，做汤的食材。那么既然你做成这个汤，你肯定要把它熬一下，对不对？洗一下这个食材。那我要通过这个 BuildForSoup 来进行数据的一个解析。能够理解吗？把我们的这个 HTML 网页源代码 HTML 进行解析，当然在后面你可以选择你的解析工具解析库，懂吗？你选择你哪一种解析库来进行解析，不同的解析库它肯定有一点区别，区别就体现在一个点上，速度，速度，男人也区别，对吧？男人的区别就分这种快的男人和慢的男人，应该叫持久的男人，对吧？快的男人和这个持久的男人。那么在这里啊，我们这个快这个字确实是应该是褒义词，就说一个库它如果它的一个解析速度快的话，那它肯定比其他的库要有更具有优势，能理解吗？我提取这个数据的速度要比别的库快，那我肯定要用这个快的嘛，对不对？那当然在这里呢，默认的是这个 HTML 点 parser， 这是默认的啊，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去导入，直接能用，这是它自带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解析库。那么缺点就我刚才说的慢，持久吧，换一个词啊，换一个持久，对不对？持久不是持久爱啊，不是持久爱，就是持久，持久有点坏啊。我想要我爬取一个数据，我想要提取一个数据，它得等一天等一夜，那太慢了，对吧？有可能有些 男生可太羡慕了，一天一夜，哇，好了不起啊，好牛逼啊，对不对？但是我现在让它快一点，我就可能需要用到一些第三方的，比如说我们的 AL-XML， 这个是第三方的一个解析库，你需要自己去安装，安装它，用它的一个解析，它的一个速度就变得快了，可能就三秒，对吧？三秒就完事了，对吧？能够理解吗？三秒就完事了。
这就是这个解析库啊，解析库它的一个区别。那在这里呢，有些同学可能是零基础的，我也不讲这种难的。如果你用这个第三方的，可能还需要自己去安装第三方的一个库，那我就直接用这个自带的，好吧？HTML parser， 它这个解析速度还可以，还可以。那么我们把它解析出来，其实就好比是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改变，来看一下它改变出来的一个结构，好吧？看一下它的一个结构，我们把这个内容关闭掉，运行，看一下它这个汤变成啥美味的汤，是吧？它哪里美，对不对？哪里美丽了？有点慢啊，确实，你看到没？确实有点慢。OK， 它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说这个 GBK 什么什么不能解码。那我可能是在这里你打印这个 soup 的时候啊，它可能会遇到一些编码问题，没有关系，注意没有关系。你打印的这个，你也可以通过一个 tap 来查询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内容。来看一下啊，打印有点慢啊，这个东西。看一下这个 soup 它是一个什么结构，或者说什么类型，你看到没 ？BS4 Beautiful Soup。这个美味的汤其实就是把我们的 HTML 进行了一个改变、整理、归置。因为你可以看到啊，当前这个网页源代码它会有这样一个层次分明的一个关系。那么如果通过 Beautiful Soup 进行一个解析之后，有可能它的一个每个标签都会变一下它的一个结构，都顶到前面。说白了啊，就是换了一种格式显示出来而已。那么换一种或者说换一种方式，它的一个作用就是方便我们去使用我们的 Beautiful Soup 的一个语法，所以这一步是你使用 Beautiful Soup 必须要用的啊，必须先进行的一步操作，必须要有的一步操作。 OK， 现在你进行完了，你就可以对这个 Soup 对象进行下提取，或者说进行下 Beautiful Soup 的一个语法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就要查看这个网页内容了。我们要找的是什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要找的是什么。我们要找的不就是表格里边的这些数据吗？日期、天气状况、气温、风力、风向，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在哪里呀？你点击右键检查，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一个 A 标签里边， A 标签里边会有一个 title， 对不对？写上2019年1月1日，然后呢你往下打开这个标签，2019年01月，对吧？01日，然后再往下再打开一个 TD 标签，阴小雨，阴小雨，再打开一个 TD， 11度到7度，11度到7度，再往下 TD 一个北风3到4级，北风3到4级。那么也就说明我把这个整个 TD 标签都给关闭掉。一个 TD 对应表格当中的一个方格，那么这是日期、天气状况、气温、风力、风向，对不对？那你可以看一下，一条数据又对应一个 TR 标签，就对应一个 TR 标签。那下面有几个 TR 标签啊？你这个表当中有几条数据，有几行数据，那它这里就有几个 TR 标签，看到没？我滑动的时候啊，我指向哪个 TR 标签，它在页面上会有显示。那我想要做的无非就是获取这些 TR 标签里边的内容。那我先要做的啊，注意，我先做的就要找到这个网页源代码里面的所有的 TR 标签内容，所有的，注意是所有的 TR 标签内容。那我在这里写这个 Beautiful Soup 语法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了，你可以直接通过里边的一个 find all 方法进行一下查询，进行数据的提取，寻找所有，查找所有的意思。而里边你只需要提出一个要求就行了，我找的是啥？我找的 TR 嘛，那就找 TR， 就写上一个 TR 就行了。那你得到这个 TR 之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变量啊，用一个变量来接收。什么变量呢？叫做 TR 下划线 list。为什么要变成这个啊？这个变量名表示有含义的， TR 代表是 TR 标签，我们找的是 TR 标签，这一共有多少个啊？很多个 TR 标签，所以我用一个列表，对吧？ List 表示很多的意思啊。而且这个 find all 方法它返回的其实就是一个列表，它返回的其实就是一个列表。我们打印看一下，有点慢啊，这个速度确实有点慢。有点慢，等一下。OK， 出来了。你看一下啊，你看一下当前提取出来的内容，翻到，对不对？查找到一个结果列表，对不对？中括号，然后里边的内容你可以看到，其实都是 TR 标签，TR 标签，TR 标签里面的 TD、T
TRP 变成 TD， 而没有我们开头的这些乱七八糟其他代码，只节选了这一部分，能够理解吗？只节选了这一部分。如果有些同学你不太理解的话，我这里画个图你就理解了。比如说整个网页内容就在这个页面上，这就是这个页面网页代码，有很多很多，而我只想要的是里边的一个 TR 的部分，哎 TR 的部分，哎这里边有很多个 TR， 哎有很多个，比如说这里有四个吧 TR 标签，我要的只是这一部分，我就把这一份单独给节选出来，那么前面的这些后面的这些对吧我都不要，那我就可以只要这一部分。注意你要到这一部分还没有完，注意还没有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我们想要的数据，但是也有一些 TD 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还要进一步的进行筛选，能够理解吗？哎，进行筛选。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是啊，注意还是我在这里可以先来定义一些列表，注意定一些数据，定一个变量，比如说这里一个 date， 还有一个Contentation 吧 S 这代表的是一个代表日期，一个代表我们的一个天气情况，对天气情况，然后呢后面 TEMP 等于，注意等于后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叫什么，我问一下大家这叫什么。你之前的时候啊，你之前定一个变量 A 等于中括号，这是一个空列表， B 等于一个中括号空列表，你这样去定义的。现在你也不用去这样去定义啊， Python 是支持我们的一个同步赋值语句的，你可以采用这种赋值方式，对不对？你不用再去那么去写了，比较简单啊，这是 Python 语法的一个原因，非常的简洁和优美。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做一个负循环，从我们的啊，注意从我们的当前的这个 TR 标签里边进行一下便利，便利什么呢？ TRlist 里边的一冒号，哎，再来个冒号。我问一下大家，这个便利的是什么内容？为什么要从一开始选取？为什么要从一开始选取？咱来看一下啊，第一个 TR 标签，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 TR 标签获取到了，而第一个标签 TR 标签是什么？日期、天气状况、气温，还有什么风力风向？我要这些吗？我不要，我只要的是这些数据，注意只要这些数据，这些列名我就不要了，注意这些列名我就不需要了。那我是不是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列表的切片啊？能看懂吗？从第二条数据开始选取进行便利，那么便利出来的就是每一个 TR 标签。那么这一层，注意这一层你需要做到的事情就是直接从我们的 DATA 当中选取，对吧 TAT 属性，也就是选取里边的文字内容，一个比如说 TD 里边的文字内容，天气预报，哎，天气状况，对不对？哎，阴小雨这些内容，把这些获取到，获取到之后呢，为了防止它的一个格式出现问题，我们在这里用一个字符串的一个处理方法 split 进行删除你的字符或者说文本内容的前后的一个什么空白区域，能够理解吗？然后呢 sub DATA 这个变量来接收。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来打印，注意直接来打印这个内容，哎，直接来打印这个变量。当然我得把上面这个打印给关掉，解掉注释一下啊。啥网页提都提示这个 response 200，那确实是，那你正常连接那肯定是200呀，但是你可以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网站，对吧？比较特殊的网站。 OK， 你可以看到没，当前我提取到的这个数据，第一条数据2019年1月1日、1、2日、3日、4日、5、6日，对吧？7、8、9、10日，这些数据是不是我们正是我们想要的？并且这里边的数据我可以看到啊，这些数据没有刚才的这种 TD 什么标签啊等等这些没有了，我在这里也把它的一个格式进行了一个转换，首尾的空格也去除掉了。那么现在这个列表里边的第一条数据就是日期，第二条数据是天气状况，对，哎，天气状况，然后后面这些，当然这个天气状况第三条也是天气状况。为什么在这里它有了一个切割啊？因为你可以看到它可能有一个逗号来分割了一部分，对，阴，然后后面还跟那个小雨。那我在这里要对这个字符串或者说带这个列表进行一些相应的操作，
你首先可以得到的就是这个日期，是每一个列表当中的第一个元素。那我可以向我的，注意，我可以向我的这个 DATAS 这个空列表里边进行追加数据。追加什么？追加我的这个 DA， 不是这个啊，应该是 SubDate， 然后呢中括号选取到零。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会把这些一月份的所有的日期都给它加载到这样一个空列表里边，都放在这个空列表里边，能够理解吗？而下面你还需要对于你的这个天气状况，对你的天气状况，像它里边再去添加你的一个数据。天气状况不就阴，要不小雨，对，小雨。那么这些数据这里啊，注意这里的这两个数据有点问题，这是一二，这是两个，而你在这个表格当中看到的应该是在一个方格内，阴破折号一个小雨。那么在这里你要去用我们最基础的字符串的一些操作的一些函数来做啊。首先你写上一个 subdate 中括号来进行选取这个列表当中的元素的一个位置。首先我们要选取的应该第一个我们已经选走了，这是几个，第二个，第三个。那么一般对照的我们的一个索引应该就叫做一冒号三，取不到三啊，所以它选取的应该是索引为一索引为二的数据，是吧？索引为一索引为二的数据，取到这个数据之后，这是两个字符串啊，注意这是两个。那我现在要把它拼接成一个字符串，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一个 join 方法，点 join 方法，把它进行一个字符串的拼接，拼接到一块。注意这个 join 方法里边的一个参数是一个列表，它会把你的，比如说啊，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中括号里边有一个 a， 然后呢逗号还有一个 b， 这个列表里边有两个元素，一个 a 字符串，一个 b 字符串。那么通过这个校准方法呢，它会帮助你把它变成什么呢？ A B， 能够理解吗？它会给你变成这种形式，这个能够听懂的啊，这个能够听懂刷个一好吧。校准方法链接的作用，好吧，链接的作用，把你列表当中的这个字符进行链接，变成一个字符串啊，注意变成一个字符串，这是它的一个作用。你现在啊，有些同学你零基础的同学，你先不要去担心这个校准方法你不会用。你先看效果，懂吗？先看效果，看懂效果去理解这个函数或者说这个代码的一个含义要简单的多。你不要去记啊，你就去看效果去理解就行了。那我现在呢，注意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天气也有了，注意我现在这个天气也有了。那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还有什么，这个变量我没有动，这个等于什么呢？我们也需要让它进行一个追加。在这里边同样啊，参照上面的一个写法，还是 subdate 中括号选取数据，我选取的应该是三冒号六。我问一下大家，这个三冒号六选取的是什么数据？三冒号六你找嘛，零一二三往后，对吧，四五六不包含六。那我选的这一部分是什么？气温，注意气温对应表格当中的这个气温这一栏，是吧？气温这一栏。那么同样的道理，既然我这个气温选取到了，它也是要进行一个链接的。那我点 join， 对不对？进行一个字符串连接。OK， 现在就处理完了。对，现在就处理完了。那么最后啦，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啊，我们先打印这个列表，再来打印天气状况，再来打印它的一个气温。当然这些打印我要都放在这个 for 循环外面，把它放到外面。如果不把它放到外面的话，你可能打印出来结果看不到那么多，好吧。我运行看一下这个内容啊，看一下这个内容，看一下这个效果。这个有点慢啊，等它吧，等它，它应该会打印出来啊，注意，应该会打印出来三个列表，列表当中分别存放的是日期，什么，这是什么，天气以及气温这些数据。
现在我已经把日期、天气还有气温这些数据都已经获取到了。那么爬虫的第四步，对不对？哎，数据的一个保存我还用讲吗？数据的保存其实就是你打开一个文件，你想要把它保存成什么样的一个格式？你可以把这些数据保存成这个 CSV 文件、Excel 表格，或者说保存成文本文档都可以，对不对？保存文本文档也可以。那么当前呢，我想要把它保存的是方便我下面去做这个数据分析或者数据可视化，我需要把它保存成一个 CSV 格式的一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的一个保存，注意这个文件的一个保存，我们可以通过常规的一个 with open 去操作，当然也可以通过另外一个第三方的库。那么这个是我们数据分析方面会用到的一个库，叫做 pandas， pandas aspd 取一个别名。用到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也有一个能够方便我们数据进行保存的一个函数，叫做toCSV， 注意 toCSV。 当然当前啊，注意当前这些数据你现在还没有，注意你还没有，我把这些都给删掉。当前这些数据你可以做一个内容，或者说对一个变量创建一个 data frame 数据表。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 data 等于 pd 点 data frame，这是啊来创建出来一个表。注意你可以把这个下划线 DATA 想象成一个表。什么表啊？有行有列的就是表嘛，对不对？有行有列的一个二维数据，对吧？二维表数据。哎，既然是一个表的话，我就可以向里边去追加一些内容，或者说添加内容。比如说我这个表的第一列数据，对吧？列名我写上一个叫做日期，对不对？日期就等于我刚才的这样一个日期 DATAS， 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下划线 DATA 什么天气状况，那我写上一个天气状况等于我们这个变量，对，等于我们这个变量。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气温，哎，等于我们的一个 time，对不对？哎，当前啊，注意当前你就可以来打印这个下划线 DATA 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结构。我们把上面这些打印都给关闭掉，来单独看一下这个 data frame 结构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我们刚才也跟你说了啊，二维表，对吧？二维的一个数据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表格型数据，表格型数据，表格大家见得多了，对吧？表格见得多了，有行有列的就叫表格，对吧？一个一个小方格，当然你在这个网页当中看到这就是一个表格嘛，这就不是一个表格吗？我现在只不过把它是写到一个数据的，对吧？写到一个数据类型当中，我们一会儿打印出来。有框线吗？这个是没有的啊。你如果用 PyCha 打开打印这个数据的话，它的一个框线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你用的是朱比特笔记本去打开的话，它是有这个良好的一个交互的。有一个良好的一个格式化的，就是能够看到这个框线，注意能够看到这个框线。这个有点慢啊，我应该等打印出来的，打印出来它的整个的一个表结构应该是日期、天气状况、气温，然后几列数据全部把都给弄下来，全部都给打印出来。哦，这里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里先来恭喜一下我们的这个阿东同学，通过我们的这个腾讯课堂京东支付了我们的一个学费1999，成功获取了一个 VIP 爬虫班级学习的一个优惠名额。这个可以啊，这里说一下，我们这里是有这个针对于我们学习 Python 的同学有一个 VIP 的一个班级的。有时候比如说有爬虫，有数据分析，对不对？你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某一个方向来进行学习。当然有些同学如果你现在基础不是特别好的同学，你是可以通过报取这些阶段的课程获取我们的一个免费的一个基础部分的一个学习。当然有些同学可能说我基础学完了，我想要去了解一下进阶部分的内容，这里也有。你如果想要去了解相关的一个课程，对吧？你就可以去加我们的清风老师的微信去咨询。这里我把他的二维码给大家放到这个左上角，
你也可以选择去添加他的微信号，他的微信号自己已经发过了啊，把他的一个微信号我把他的一个微信哎，清风老师的一个微信，哎，你可以去咨询这个课程，当然你也可以询问相关的一个 Python 的一个就业啊，发展呀，以及或者说你找这个老师获取这个大纲，哎，询问相关的一个课程安排都可以，哎，加上这个人对吧，免费咨询聊天对吧，免费陪聊啊，清风老师在线免费陪聊。那我接下来啊看到的啊，我们看到 PyChat 刚才已经输出了这个数据了，这个数据的一个结构其实就是一个表格，当然它没有这个框线，这是由于这个 PyChat 它的一个控制输出决定的，那么哎没有这个框线，但是也能够看出来这基本是一个表的结构，对，列明日期、天气状况、气温，第一条数据，第二条，第三条，当然这是它的一个行索引01234567，是默认帮你生成的啊，这个东西是默认给你搜的，能够理解吗？而这些数据是不是已经保存在这样一个哎 DATA 当中了，下划线 DATA 当中了，既然保存到这里边，我可以进行数据的保存，这是一个表啦，我怎么去保存呢？注意我问一下大家怎么来保存，我们可以通过 PD 点 to 下划线 CSV 这个函数进行数据的一个保存，注意对它进行一个数据的保存，当然啊，注意当然我在这里介绍这个函数有 to CSV 去保存一个数据到 CSV 文件，当然也有 read CSV 读取一个数据，对，读取数据从我们的 CSV 文件里面去读取数据，这是支持的啊，对吧，这是支持的。那么当前我觉得这个数据不是特别的多，我现在想要把这个数据增量增大一点，这才30条，我想要增大一点，我想要获取的是广州市第一季度的，第一季度应该是3个月为一个季度，那我在这里是不是得需要进行一个 return 的一个返回啊，返回我的这个表，对不对，哎，你获取的这是一月的表，然后呢我现在解掉下面的这两条注释，这两条注释啊，注意这两三条，这三条调用分别打印的是19年1月2月3月的一个天气状况表格数据，它会有返回值，那么你这里就应该用变量接收，对不对，用变量接收，那我这里就写上一个DATA 数据下划线一，对，下划线 MONTH 表示这是一月份的数据，注意这是一月份的数据，那么当然有一月份就有二月份有三月份，那我在这里快速的啊，这是二这是三，对，现在就把这三条不是三个月的数据都给获取到了，你在这里就可以进行打印，打印这三个变量，你得到的就是分别是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的一个天气状况数据。当然，你现在不想要做的就是，它既然是三个变量，我现在想要把它整合到一个文件里面进行一个拼接，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比如说，你写了一份怎么论文，对，你写了一份论文，这是你第一页，这是你第二页，这是你第三页，哎，你把它摆在这里，你是不是得按照一个从上到下的一个顺序啊？对，你得写上第一页，后面跟上第二页，然后再跟上一个第三页，你打开一个 Word 文档应该也是这样的，第一页内容，第二页，第三页，那我现在想要把这个表也按照这种形式直接进行一个拼接，因为一个表当中是一个30条数据，我现在想要把它拼成90条，这个时候你就要用到 PD 点 concat 这个函数是用来进行拼接的数据的一个拼接的，那么你只需要啊在这里添加一个中括号，写上你需要拼接的这些数据就行了，我要拼接的是第一个月份的，哎，第二个月份的，第三个月份的，我把这些数据这三个数据这三个表拼接到一块，当然它是纵向的啊，它不是横向的拼接，能够理解吗，它是纵向的拼接，列表应该不会横向的啊，你要横向的话那就有点难看了啊，不是太好看，然后呢后面你要指定要不要它的一个索引，对不对，你拼接的时候这个索引，对不对，还有你拼接的这个结构，对不对，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在这里就要重新 reset
重新设置你的一个索引了，因为一张表里边这是第一条数据，另外一张表里边也有一个零，第三张表里边也有一个零，它这个索引行索引是不是要进行改动啊？你不可能说一张表里边都有一个零行，对，都有个零行，你应该是零到九十，对，到这个不是应该到八十九，对不对？哎，到九十这样才行。那我在这里是不是得要重新设定它的一个行索引 ？reset 下划线 index， 哎，重新设置它的一个索引啊。那我这里就要删除掉原来的，把原来的这个索引给删除掉，重新生成索引。对，重新生成索引，重新生成的这个数据我就命名为 data 吧，这个不影响了，你也可以把它取名为 df 都行，我就让它 data， 哎 data， 然后呢打印。DATA， 当然上面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一个数据结构。哎，是九十二，对，我也不知道啊，因为一月份可能是对吧，一三五七八十啦，对吧？三十一天永不差，那我肯定这三个月应该是差不多九十天吧，对吧？九十二天，对，是九十二天吗？二月份多少天，对吧？2019年的二月份是多少天？我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只能看这个数据打印的一个结果了，看它数据打印的一个结果就行了，好吧？运行，等一下，这个有点慢，确实跟网速有关系。现在我请求的是，注意啊，我现在这是调用了三次这个函数去爬取，比如说这是爬的第一个一月份的，下面这个是爬的两月份、二月份的，这是爬的三月份的。然后再进行数据的一个拼接，肯定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当然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网站后台服务器速度确实有点慢，没办法，那等一下吧。等它爬取或者说等它打印完成之后，你可以看到的就应该是刚才那种结构，只不过变成了0到90，对不对？哎，0到90这样几多少条数据变成一个表了。既然变成一个表，我就可以利用我刚才所说到的进行一个哎 to CSV 的一个保存下划线 CSV 数据的一个保存，我把它保存成一个，比如说叫做广州，对对，我用拼音啊，这里我用拼音，广州 CSV 文件，逗号后面你肯定要不要它的索引呢？你是不是要它？就是保存的时候你要不要它的索引？我不想要，你就指定为 index 等于 false， 然后以及为了避免它可能会出现的乱码情况，要指定它的一个 encoding 编码。UTF-8 来进行一个数据的保存，注意进行一个数据的保存，我重新运行，这个重新运行，好吧，重新运行。然后呢，你可以在你的 Mac， 就是你的当前 PI 文件所在这个目录上去找到一个叫做广州点 CSV 的一个格式的一个文件啊，我们找一下，你可以看广州点 CSV 文件，打开91条，不是九十一条，这应该是零开始，哎，不是零，这是九十条，因为第一条是这个日期列明，而这里一共是九十条数据，对，九十条数据就已经保存到这个 CS 文件了，能够理解吗 ？OK， 这就是第一部分啊，第一部分的内容，能够听懂的刷个一，好吧，刷个一，爬取数据保存，对不对？爬取数据进行保存，爬升的第四步，数据的保存，当然这个格式不限啊，我这里保存的是 CSV。你可以保存成 TST test， 对不对？保存成 Excel， 保存成对吧？其他的格式都可以，你存到数据库里也可以。你会数据库的话，你可以存到数据库。OK， 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这个数据的一个可视化。注意，数据的一个可视化，什么叫数据的可视化？其实就画表。因为当前你得到的这些数据啊，你刚才看到的这些数据，你其实发现不了它们数据之间的什么规律。对不对？给到你这个表，你也看不出来这个整个啊，广州一季度的一个天气变化情况，你看不出来，你只能看一个天气预报，到底是温度慢慢回升了，还是温度慢慢下降了，对不对？温差大不大等等。那我在这里就可以做我们的一个可视化了，对，做可视化。当然，可视化的一个使用，或者说你的一个可视化啊，就必须要用到的。刚才 import pandas 我已经导入了。那我需要用到的就是刚才所说到的一个可视化工具
matplotlib import 导入一个 pyplot， 对 ，asplt， 这是别名，注意别名，这是导入部分。导入部分完成之后，还需要添加两行内容。这两行内容我就不去带领大家敲了，我这一般习惯的粘贴复制也不需要记。解决，首先第一点是解决我们的一个中文显示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 matplotlib 这个库外国人写的，他没有考虑到中文情况，所以他一旦有这个中文的标题啊、汉字啊，他就可能会出现那种方格。就有个同学，他的名字就是一个方格格，对不对？哎，就方格不显示，显示问题。然后第二点就是负号显示问题，这都是为了防止它出现一个显示的结果需要设定的一些选项，你不用去记啊，这些代码你不需要记，懂吗？你直接复制就行了。程序员的一个脑容量是有限的，你不要花时间或者说花精力记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不重要，你只需要粘贴复制，好吧？那么往下的话就是进行，比如说你可以直接通过这个 PD 点read CSV 去读取我们刚才的这个文件，它现在才出来 ，OK， 它现在出来有点慢啊。你看到这就是一个表嘛，一共九十行，对不对？九十行三列，它也会给你进行一个统计，几行几列的一个表。现在你读取也行，你可以直接对这个变量操作也行。那我在这里读取吧，因为它每一次运行一下，它都这个变量都得再运行一遍，有点慢，我就直接在这里读取了。上面这部分就可以直接，注意直接注释掉了，不用用了，哎，不用用到了啊。那我下面的这个代码部分，就这一部分代码，我可以注释掉。哎，不用再去调用这个函数了，不用实现上一部分了啊。我现在数据都保存在这样一个 CSV 文件里，我可以直接对这个 CSV 文件进行读取。read CSV 读取到之后，注意读取到之后，你同样也是用一个变量 DATA 来接收，你可以用 DF， 也可以，这个变量名我就不强调了啊，你随便取，好吧，随便取，当然尽量是符合遵循我们 Python 定一个变量的一个规则，好吧。然后呢，你在这里要做的事情就是检查你的这个数据到底有没有问题。比如说这个数据当中有没有空的内容，那你就必须要 DATA 点 is not， 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的数据当中有没有空值，对吧？有没有空值，就是说白了，你打开一个表，表格里面有一个方格是空的，所以在这里要进行一下检测，能够理解吧？检测。那么我可以加上一个求和方法 sam 运行，哎，它会打印出来这样一个结构，这个内容呢，哎，这个显示的结果显示日期这一列没有空的，天气这一列没有空的，气温这一列没有空的。注意这个零代表的是有空值没有，如果有一个为空，它就会显示一，对吧？显示一。那么当前零的话，就指明这三列上的数据都是有内容的，不是空值，能够理解吧？这个是数据的一个检测，当然你有一些数据可能数据理起来比较复杂，你还要去找它的重复值什么，然后或者说填充这个数据等等，这个就涉及到数据分析上的内容了。注意，涉及到数据分析上的内容了。不是 PLT 吗？不是啊，我这里现在还是用的 Pandas， 注意还是用的 Pandas PD， 没有用可视化工具。我现在是在这个对这个数据进行处理，以后我才能够把这个数据画在这张图表上，好吧？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 DATA 点 hard 打印这个表格，注意打印这个表格前五行的内容，看到没？前五行，默认前五行啊，这个头部，从头头部前五行内容来看你的数据，对吧？来看你的数据，这些是数据的一个操作部分，好吧？现在要做的就是处理数据处理。或者说数据预处理都差不多，就是反正你要对这个数据整一下，对不对？因为现在的这个数据没办法直接画图。那么在这里呢，我说明一下啊，这个数据怎么来处理。首先你可以看到啊，在气温这一列上，前面这一部分叫什么？后面这一部分叫什么？一般大家都知道，这个叫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对不对？它会告诉你这是最高，这是最低，对不对？气温状况。那我现在其实就可以增加一列数据，这一列列名叫做最高，
气温等于，注意等于当前哪一列啊？找到气温这一列，哎，找到气温这一列，对这一气温这一列进行字符串的一个处理，什么处理啊？进行切割或者进行分割，我们把它分割为两部分，分割为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那么在这里 str 字符串点，哎 ，split 分割，分割的一个符号以什么进行分割？以什么标志进行分割？以这个反斜杠进行分割，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其实表示的是最高气温。那么这个时候，注意，当然你在这里啊还要添加一个参数，注意添加一个参数。这个参数呢你自己啊，现在有些同学直接等于一个处吧，哎，等于一个处进行切割。切割完成之后，我要选取的就是这里边的第一个元素，也就是前面部分，这个百分号啊，不分割号啊，反斜杠前面这份表示最高气温。那么同理，注意同理最低气温就应该是一。这两个有没有不懂的？这两个有没有不懂的？需要进行数据的清洗吗？刚才这一部分啊，其实就是简单的一个数据清洗。当然，我现在爬虫是我做的，这个数据的获取是我做的，所以我知道我数据获取下来是正常的，对，没有啥太大的问题，所以清洗的步骤就少很多。但是如果数据是别人获取的，你要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些操作才能够满足你的要求的话，那你清洗的阶段，对吧，操作就比较多了，有可能你需要去检查重复值，对吧，空值，进行数据的填充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比较多。那我这里当然爬升是我做的，数据分析也是我做的，那我就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对，我又按照我的一个想法去做就行，就不用去额外的去添加一些步骤了。那么现在啊，注意现在有了，注意把这个参数啊，把这个两列得到之后啊，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同样的道理，对，同样的道理，你还需要做的一件事情，还需要做的事情，这个和这个，注意这两个啊，虽然一个是最高，一个是最低，但是中间还有一个这样的实时度的符号。为什么我不想要这个实时度的符号呢？因为我想要让最高气温去减去最低气温，得到它的一个温差，能理解吗？得到温差。那么十一减七，那大家都知道，但是你十一摄氏度减去七度，机器是不会算的啊，机器只能算你整形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加减，十一减七，对不对？它能算，但是你写上一个摄氏度，对不对？后面加上一个内容，这是一个字符串，字符串的话，它怎么变成加减啊？没办法，所以这里我还要对这个字符串进行相关的处理，是吧？这个处理的步骤，我这里也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带领大家敲了，也比较简单，注意也比较简单，就是最高气温。这一列上的第一条，对，最高气温十一摄氏度，把它里边的数据当中的摄氏度这个符号给进行替换，去掉，去掉之后呢，又变成了一个整形，注意整形 int 换成整形数据十一，对吧？这里我用了 map 以及匿名函数，对，用了匿名函数，这个是基础部分的这两个啊，这两个东西知识点都是基础部分的。OK， 把这两个也搞定之后，当前，注意当前的这个数据。你就可以来打印，这个地铁啊，我们来看一下打印出来这个结构啊，上面这个打印我关掉没？关掉了。来看到这个整个表没？增加了两列数据，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并且这里边的数据是整形的，十一没有度啊，没有实时度，哎，七是整形数据，看到没？这就是我的一个上面这一部分的处理的一个结果，是吧？整个的一个效果，上面是一，这两个是增加两列，然后呢，这是对于这两列的数据进行处理，把它转换成整形，去掉这个实时度符号。现在这个数据的处理阶段就差不多了，注意数据的处理阶段就差不多了。那我还需要做的就是从当前这个里边去得到我想要的画在这张表上的数据。首先有日期，那我就 data。中括号写上一个日期，对，通过这个来选取这一列上的数据，还有一个 high 最高值，最高气温，那么 data 中括号最高气温，
同样的道理，应该也有一个最低气温。low 对不对？哎，最低气温，那加个 s 吧。OK， 当前啊，注意，当前这三个变量其实都是一个列表，三个列表，列表里面存放的分别是日期以及我们的最高气温以及最低气温。那现在才是真正的应该是一个画图阶段。哎，画图阶段，画图阶段呢，其实就是刚才我调用的这个 matplotlib 它的一个使用了，用到这个 PLT 了啊，注意用到 PLT 了。首先，既然是画图，你得创造出来一个画板，那么就是 PLT 点，哎，找到这个 figure， sure， 对不对？哎，创造一个画板，这个 DPI 等于128，当然你可以改啊，它指的是你的一个什么？分辨率格式啊，然后呢后面指定你的一个画板的一个 figure size 大小，画板的一个大小。画板的话你想想，有的人用的画板比较大，有的人画这个山水画对吧，这种用的宣纸也比较大，有的人画的就是素描，用一个那种 4K 四台的那种字就纸就行了。但我在这里就指定为10逗号6的一个大小，哎，长度和宽度是吧，哎，长宽。指定完大小之后，当然你创建一个变量来接收你这个画板，对吧，接收到这个画板之后，你要向这个画板上去添加数据，对吧，你相当于我有一个，这是我的画板，哎，这个区域就是我画板，现在我要在这个数据画板上去画图，我肯定要有的就是 X 轴 Y 轴对不对，哎，我要有，当然你应该有对应的数据，对，你应该有对应的数据，比如说这是一个柱状图啊，对，柱状图，你肯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当然更详细一点，你应该会写上 x y 它的一个标题以及这个整个表的一个题目，对不对？哎，下面还会有一些刻度，这是多少？这是多少？多少？对，0248这样的，这是图表，这个我相信大部分同学都知道。那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对，就是这件事情。PLT 点 plot， 对 plot， 向我这里边去追加数据。首先，纵坐标上是我的日期，注意是日期 ，x 轴上啊 ，x 轴上是日期，以及你要显示的是首先最高值，折线图啊，这是一个折线图，最高值的数据。最高值的既然是一个线，我也可以指定当前这一条线它的一个颜色，red， 我就不喜欢绿色啊，我就不用绿色了，你可以指定这个原亮色，然后呢后面可以指定它的一个透明度，OK， 同样的道理我复制一下，我只需要改一下这里的 has 变成 loss 最低值，对，最低值，当然这里啊，我要格注意它的一个代码的一个格式了。OK， 调整完之后，其实这里就是画你的什么，根据 X 轴画一条直线，对不对？画一个，这是一个图吧，这是一个图表。图表的话，如果是一个线的话，首先最高值，哎，这么高，哎，最低值。这么低，对不对？那么这个条线的一个颜色是 red， 下面这条线的这颜色你可以用其他的颜色进行区分，比如说我不用这个红色，我们用一个 blue 吧，好吧，蓝色，好吧，替换。OK， 现在注意，现在这个表还没画完，那么中间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可以选择为这个绘表的一个涂色区域进行一个着色。注意，对于我们这个画图的区域进行一个着色，就是说。你中间刚才我画的这两条线之间是可以进行填充颜色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填充为蓝色啊，就是你最高值和最低值之间这个区域，我可以用蓝色来填充，对，来蓝色来填充。填充完毕之后，你还需要去设置整个图表的一个格式，有什么呢？有这个 PLT。对，有这个 PLT 点 title， 对不对？哎，图表的一个标题以及你的一个
x 轴、y 轴，它的一个名称，还有就是刻度等等这些，我就不去写了啊，不去写了，我就直接拿过来了，比较简单，这个代码差不多一样，标题 x 轴，然后呢 y 轴，这个倾斜你的一个日期标线，避免你的这个重叠，然后呢后面还有比如说我们的修改我们的一个刻度范围，对，刻度范围，刻度的一个区值选取，最后。PLT 点 show 就是展示这条图线，对吧？图表，我们当前可以运行一下。Photo size 是我们的一个字体大小，标题的一个字体大小。来看到这张表的啊，看到这张表的同学刷个鲜花好吧？这就是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可视化，我把这个数据已经给大家实现了一个可视化。2019年1月1日。然后呢，它的一个日期，当前这个日期对应的最高值、最低值中间的一个差值。那么你在这里就可以很清晰的通过这个图表来看到哪一个时间段内它的一个温差范围是最大的，在这个一月份，对，在这个一月份这一部分，对，一月份中旬21号，啊，偏下旬了，这一部分是一个温差比较大的。但这里大家也能够想象，对吧？一月份了，再往后就应该开春了。它的一个温差就比较大，晚上特别冷，白天呢又有太阳，又比较热，所以这部分的温差区域比较大。那我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表来看，而你如果通过数据来看的话，你很难去看得到这哪一块区域，哪一个时间节点，对吧？温差比较大，对不对？哎，看不出来，只能通过这个图表来看。这就是我们一个数据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操作。当然，刚才有个同学问了啊。我如果想要画多个图怎么办？我告诉你，其实你还可以画很多很多图，你可以画一个九宫格的图。你知道什么叫九宫格吗？不是九宫格火锅啊，不是九宫格火锅，这是九宫格吧？哎，在这个九宫格这个范围内，这里边会有一个图表，这里边会有一个图表，这里边会有一个图表。你可能好多同学可能没见过这种，当然专业的这个数据方面的一些同学，或者说你的一个所在的工作岗位，对吧？要求可能你会经常接触到这种图表，九宫格的，当然还有一些什么散点图啊、饼图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有的同学可能还需要把它创造出来一个三维立体的一个图形，这个 Matplotlib 也能够做三维立体的一个，对，三维立体的一个图像，可视化，数据的一个可视化。OK，这就是这个节课的一个内容。相信大家你应该听到这一部分，对吧？第二部分能够听懂的，你刷个一，好吧？刷个一，这是数据的一个可视化。相信大部分同学第一部分能够听懂，因为我们平常经常会讲这个爬虫，而这个爬虫也不简也不难，最难的应该就是这一部分，不会用这个可视化工具，不会用这个 Pandas 进行数据的一个处理，对不对？这一部分肯定会比较有些同学难以听懂。能够理解吗？能够听懂。那我刚才给大家让大家去找清风老师要大纲的时候，如果你看过这个大纲的，对吧？你瞄了一眼的同学，你应该能够发现，我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整合了这个爬虫加这个数据分析，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案例来给大家讲，来讲这两个课程，这两个阶段它们之间的一个联系，能够理解吗？哎，讲这个之间的一个联系。爬虫爬取数据的一个采集，那么有了这个数据之后，我就可以对这个数据进行分析。比如说，当然数据分析这一块就稍微涉及到的内容，可能比有些同学要了解的，要多得多。因为我们要进行这个除了读取、存储以外，数据的清洗，对不对？数据的合并、重塑，然后我们的字符串处理，以及后面还有高级处理、时间序列。数据的合并、分组、聚合、运算，然后可视化，对，这里会讲三个课程当中会讲三个可视化的工具，或者说可视化的库，一个是 Seaborn 这个库，还有一个 Matplotlib 这个库呢比较强大。当然，我们还会辅以一些其他的库来实现。每一个库它的一个画出来的图表样式啊，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大部分同学都应该知道有这种折线图啊、点图啊。饼图啊，等等，这个可能看大家要求，会教更多的一个内容，让大家去学习。这就是啊，注意，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大纲给到大家的一个原因。
你能够根据这个大纲来理解我们今天所学的一个内容，其实就是整合了这两部分阶段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显示。这个有录播吗？有，你去加这个梦梦老师的 QQ 好吧？OK 啊，这个课程内容如果有问题，同学可以提问。当然，如果有同学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一个同学已经报名了我们的一个 VIP 课程感兴趣的同学，对不对？我在这里说一下啊，刚才那个报名的同学，他通过这个腾讯课堂支付了我们那个爬虫阶段的一个学费，获取了我们那个爬虫阶段的一个分期免分期的一个学习优惠名额。如果想要去了解这个的话，去加清风老师的微信去咨询这个课程就行了。当然，我这里要讲的是呢。如果是我们的 VIP 的学员的话，你的一个上课或者说你的一个学习方式和你现在的一个区别，首先这个课程整个 VIP 课程，我们不是说把这个视频知识点把课件发给你就不管了，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不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学习一个内容，而是想要和，对吧？想要跟这个马克老师，想要跟这种这个占星老师一块儿进行交流式的一个学习，交互式的一个学习，对不对？那我们这个课程其实就是直播授课的，你可以在课堂当中提问相关的课程内容，那么你的一个学习兴趣和你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氛围要好得多。这个课程是在腾讯课堂上直播上课，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有时间的同学就不妨啊去考虑一下这个课程，利用自己的每天的一个零碎的时间来学习。当然，这个学习的周期也不会像大家上学期间那么强度那么大，什么上5天我才休息2天，对不对？有些同学可能还有些人可能还在工作，我每天上班，对吧？上班狗，每天回到家都比较累了，我可能，对吧？不可能花这么大的一个时间来学习这个内容。那么我们为了针对大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或者说学习考虑，我们会抽这种，制定我们的一个学习周期。比如说，我们可以上2天，让大家去休息1天。我们上2天课，你可以休息1天。休息1天的话，你在这一天当中，你是可以利用这2个小时完善一下我们前面所讲的内容，写一下老师布置的作业，对吧？对我们之前讲的内容进行一下回顾。那么这种学习可能对你来说更为需求。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课程，当然你加入这个 VIP 的同学也可以享受老师的一对一解答答疑，当你有问题可以询问老师进行解决，而不再去依靠什么学习交流群，对吧？百度、谷歌，尽管有些同学可能这个搜答案都不会搜，对，这个问题也不会提，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的同学，就特别适合有老师的一个辅助，教会大家去学习我们的一个 Python。然后呢，再来强调最后一点，或者说最关键的一点，这个课程的所有 VIP 学员是可以获取老师的录播课件笔记进行复习预习，而且你可以享受我们课堂上的一个免费重修机会。什么意思呢？当你报名了，比如说你爬虫阶段这个课程你报名了，你可能由于工作关系，你的一个上课次数比较少，或者说你的你听的这个。听完之后你感觉不过瘾，你想要跟着老师再去学一遍，加深自己的理解，对不对？那你可以进行免费的重修，免费的学习，不用再掏钱了。那么其次还有一点特殊的 VIP 服务，对，特殊服务啊，真的特殊，就是那种，对吧？你去正规的这种休闲场所能够享受不到的啊，特殊服务。那么就是当你报名这个 VIP 的同学，是可以享受我们的一个永久。更新课程免费学习的一个服务的，当我们在这个课程大纲上更新一部分内容的时候，你是可以进行免费学习。比如说啊，爬虫这个阶段，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课程大纲最后是讲这个异步爬虫，异步爬虫，对，这些异步爬虫学完之后，可能有些同学或者说有些老师觉得我们还可以再更新一些爬虫相关的一些技术、相关的一些知识点，那我们。之前报名这个课程的同学，对，你是可以继续回过头来抽时间再来学习这份更新的内容的。哪怕你已经学完这个课程1个月了，学了半年多了，学完了都，对，有些同学可能学完，
都已经找工作去了，那么你不妨你可以自己再抽时间再回过了头来，再把更新的这份内容免费学习一下，能够理解吗？哎，这个听懂的啊，这个能够听懂的刷个一，好吧？这个服务你听懂了吗？其实相当于对于大家来说，你相当于是获取了一个免费的啊，能够随时随地跟着这个时代进步的一个课程。当我们的这个技术更新，你就可以学习，对吧？与时俱进，不断的去学习最新的技术，对吧？学习最新的内容，而且在这期间你是可以找老师进行答疑的，对不对？这个特殊的服务你想自己想，好吧？有些话就不能说的太透。就跟你去个休闲场所，对不对？对吧？要这种服务，有个98的，还有个298的。298的什么样？你不清，心里不清楚吗？对不对？包含的服务选项肯定要比98的要多，那你肯定要讲清楚啊。这是这个课程的一个 VIP 课程的一个，或者说我们的 VIP 学员所享受到的。那么你可以对比一下你现在的一个学习状况来选择。当然，整个课程是可以去面向就业的。